好，大家好，我是行男啊，食衣住行的行。那今天艳阳高照啊，外面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不好意思就躲在这个车内来收音啊，边收音边吹冷气。好，那今天要帮大家试驾的是这个双龙啊的凯荣 2.0 啊柴油引擎。那我先大概来介绍一下这部凯荣的一些基本配备。好，这部凯荣呢是 2000cc 柴油引擎，搭配可变几何的涡轮增压，所以最大马力在4000转的时候呢有148匹，扭力在2000转的时候就有 33.6。 那它是搭配这个六速手自排变速箱，平均油耗呢是 11.49， 市区是 8.55， 高速呢是 14.29。好，自从这个上礼拜去台中的这个大甲山，去亲身体验这部凯荣的 off-road 的能力不管是轻度、中度或者是重度越野我觉得这部凯荣都能够应付自如尤其是它的售价只有120几万。那好，我今天还是要来分享的，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这部凯荣我对它的一个感想。那优点呢，我觉得有三个。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这部凯荣它的一个 off-road 的能力。好，那当然从这个我们去 off-road 的这个画面我想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证明。那这部凯荣呢，在车内乘坐三个人的情况下呢，它还是能够轻易的爬上去，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 impressive， 就是印象深刻那这是第一个优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底盘表现它在1993年开始就有跟宾士在引擎的部分有做一些技术合作，那也有共同开发。那当然呢，这整部凯荣呢身上不管是造型那车内方向盘排挡杆，你都可以感受到有很多这个宾士的一些影子跟味道我想在生产线上应该也有从宾士那边取了很多金那意思就是说，第二个就是我要讲的优点，就是它的组装品质。第一个它的隔音表现，第二个它的组装的一个扎实度几乎已经有欧洲车80%的一个程度。白一点就是说你用120几万的这个售价你就可以买到相非常接近于欧洲车的一个组装品质跟一个宁静度这是第二个优点。车内宁静度口说无凭Andy 实际来测给大家看上次我测过这个汉达 CRV 它的高速大概在维持在90公里的时候呢，它的噪音指数大概是在64到67分贝中间好，我们现在实际来测一下这个双龙的那个凯荣2.0。我们现在实际上路，我一样把它开到加速到这个时速80、90的位置好，现在80、85、9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贝数我现在不讲话。是在57到60中间所以对是不是比较好呢？第三个优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就是这部凯荣它的油门跟刹车的调教我觉得是非常线性的。那线性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刚踩下去的时候呢，它并不会给你马上立即的一个反应它是非常顺顺的来，可是当你在踩更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这时候它的力道是非常的稳定线性的给你你想要的力道。我觉得这样的设定是好的尤其对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的这个驾驶者，他可能油门一踩就很多，刹车一踩就很多那我觉得有这样的设计，就是对后座乘客来讲，坐起来就会比较舒服。好，接下来我要分享这部凯荣的缺点那缺点有三个，那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个驾驶座的一个质感原厂或许可以去研究一下，如何在不增加太多成本的情况下，那把中控台尤其是有一些面板的一些烤漆跟用料
啊，那如何在增加一点点的成本之下呢，给消费者可以在视觉上的一个质感提升很多。那我觉得烤漆蛮重要的，你看像今天我一坐进来，你就觉得它的塑胶感稍微比较重。那比较重，我觉得如果说这时候你是可能给消费者一个比如说银色或者是类似像钛金属的一个烤漆用料，那基本上我觉得质感就会提升很多。那或许原厂在这个地方可以去下一点功夫哈。第二个缺点我要讲的就是它的原厂的座椅啊，它的软硬度设计啊，我觉得稍微偏硬。那偏硬不是说不，也不是说不好啦，就是说它可能为了比较强调，在实际开车的时候呢，给你比较更直觉的一个路感，一个操控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它可能会有这样的调教。不过呢，我觉得在对消费者而言呢，毕竟可能70%-80%的时间呢还是代步居多，所以你一坐进来呢，如果说可以坐到比较像沙发柔软的那种感觉呢，我觉得这种感觉可能会比较好一些些哈。这是第二个缺点。那第三个缺点我要讲的就是，一坐进之后凯肉呢，你会发现它有中间有一个6.5寸啊，可能是6寸的一个萤幕，那有内建这个卫星导航，那也有内建这个数位电视啊。不过这两个配备呢，它不是标配啊，不是标配的意思就是说122.8万的价格买了这部凯肉之后呢，数位电视跟这个卫星导航啊，可能是你另外要再掏一些些费用啊，才能选购这样的配备。那如果说台湾双龙，如果能够在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呢，如果就能够附送这两个配备的话，因为这两个配其实应该没有多少钱啊，就是像那个导航像外面装可能大概几千块吧，那数位电视好像也几千块就打死了啊，那所以如果说能够赠送的话，那这样当然是最好，对不对？送送送送送送。